为何他对我的治愈术一点反应都没有？碧波，你是水凝神兽，你肯定要比我的治愈术更好的办法，对不对？是。快交给我。但这术法要灼伤自己的内丹，你想清楚。那好，听诀。 知道，还是你对我好。你这般心思，若是能在华树门前误上一半便跑了，为何要将伞借出去？又来。我在人家面前唱黑脸，好不容易才保住了伞，你倒好，转头就给人送去了。刚才是有些险，但我们这不是也把那些魔击退平安回来了吗？若是有了这天伞，我们至于陷入这么危险的境地吗？ 我与你出身入死，一起找火风仙缘，你当真有把我与你的姓名放在心上吗？我说一直为何烈不好听华水，越是我与你根本就不在一条心上。哎，这次是我的问题，放下我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连说都不说，说借出去就借出去了。如何驯化我的主人？阿健啊，这是把你当宠物养了。 耐魔法激将法催眠术，你说练不成镜花水月是不跟我一条心的？你就是这么跟我一条心的？我就只是偶尔看看的。偶尔看看不去看，我还以为你是真心实意对我好，结果如何驯化我的主人？那不是因为你。 战力低，平日又懒，我会想这种办法提升你的修为吗？你还嫌我？我还嫌你当我的灵兽呢！你这个灵兽，武力之差，脾气又那么差，我才不想养你呢。好，既然都互相看不惯，那就赶紧找到火凤仙缘，一拍两散。 神隐，随选随看，请至 MOD 影剧馆 Plus 观赏。